灿烂的丽日常。闹钟响了，起床起床，太阳晒屁股。Turn on the light， 我要去拿地热。帽子拿废纸，看我耍汉堡，搓搓搓泡泡。Bitch in my hero， Cigarette in my hero， 保养时间到，乳液防晒够不够？擦个防晒也要看镜头，化妆了，看看我的蜡笔小新眉毛，吃一些维他命补充，药丸很大颗，一颗一颗慢慢的吞。冰箱拿早餐，是妈咪做的沙拉，一般的吃吃吃吃吃吃吃。嫌弃睡衣，准备变装。三、二、一，变身成功，凉快许多。练舞时间到，猜得到我在跳哪一首吗？亮个律动，快乐奔向你。运动完特别爱喝巧克力牛奶，回离的最后一天来快晒一下，拆包装的声音好疗愈。我自拍，好饿、哦、好饿、哦、献丑了。他就很习惯闭眼睛。准备打喷嚏了吗？我喝真的是很痛苦。我滴，应该就是阴性了。有镜头就等于臭美时间。我漂亮吗？嘿嘿嘿。剪片休息时间，剪剪剪片，给自己新的成就感。我有咬吸管的习惯，整理要写的作业，然后就开工了。炸国际大事，本人对书过敏，看到书就想睡觉。我看到了什么不好的事，继续查资料，想睡觉了，刷个汗。追剧时间到，配上我的午餐。吃货来了，花椰菜不准挑食。香肠大大也来了，卤蛋大大，重量级的鸡腿大大，拿在手上啃最好吃。胡须张的赞赞，梁一莫非也赞赞，多多大大上场。饭后来瓶多多，好冷穿外套，好喝多更多哦。我要继续追剧了，大家拜拜。Into the thick of it, into the thick of it. Oh.